A A A 戳战线平 A， 有滴血。九滴血，他满城征服者跑了，他没技能了呀。而且我带的是点炎，他上哪跟我拼？除非他把我 Q 给我躲了好几个，那行。这瑞文这英雄越到后边越不好打啊，前期还是比较好打的。我不戳你吗？哎呦，跟我俩秀走位。我一直在往我剑上走，哎，他老能打断我技能，挺烦人的。这里我估计应该是有眼儿，算了吧，我回家了。真的，我 E 技能跟 Q 技能他都能给我打断，就我这戳出来了他都能给我断了，这是不是有点扛他？我们有点扛他，我们我感觉薛微有点被扛他住了感觉。把那老猴子调下画质，那给我疯了！我让你皮，让你淘气。算了，现在人有点多，还是别疯了。哎呀，很难杀耶。中风，还是别出刀。中风，把药吃满，这边他没有药，看他敢不跟我们打。那招式，这是我无法犯两次。你玩个瑞文这么猥琐吗？一 Q 耳裂，平 A 一过来，一 Q 耳裂。
还不走啊、嗯、他有闪现你知道吧，所以他想烧一波拖一下，别着急打他啊，等他把技能放了。都很秀啊，中风回家啊，先来个狂战士镜甲，我得先出盾弓来呀，跟着绿文打呀。我得先出盾弓，跟他打，先出别的，打不过。中风戳一下再戳，中风戳一下再戳，平 A 一 A 中风 A 接大招 A 戳一过来戳一下，钥匙满，蛤子可能在他旁边啊。哎，他传送好了。中风。走了，对这把吧，他不能太狼啊，这把狼了不太好打，先插个眼儿来，把眼儿都给他插了。支援一手 ，EQ 耳链，算了，不上了，走呗。旁边没打野，算了啊。接波就算了，下不为例啊。怎么回事啊，中风，这瑞文也太猥琐了吧，那瑞文打亚索这么猥琐的话，我不无敌了吗？一会儿吃个塔皮，两层塔皮回家了。
咱也不来那暴击，我们直接来个吸血啊。哇，这螳螂都没打过这蛤蟆，他都扛了一下塔。瑞文呢？一 Q 耳链 ，A 接大招 ，A 接戳，闪现平 A 接点炎，戳一刀平 A， 平 A 一抖，中风。找到机会了。戳 W A， 再戳，算了，中风。假装走了，其实不严。这波去红 buff 蹲蛤蟆啊，这个蛤蟆红没打，这蛤蟆红打了，那我们回家吧，不回家，我们去中路杀一波卢鑫。斩钢闪，戳平 A， 平 A 戳 A W 接中风，这都没中风。自己收吧，我回上路了。这个蛤蟆很讨厌厌啊！哎，不应该是这个风没中啊！这个风怎么能没中呢？中了以后直接回手掏，这瑞文都得死。守一下中塔，中塔没了，兄弟。你打得过这卢仙吗？我有点无敌了，兄弟们，我不吹牛逼，我真的是有点无敌了。戳一下，再戳，中风，接大招 ，A 戳。一上来戳一刀，只不过我们的思路现在需要清晰一点。干嘛？哎，烦死了！这蛤蟆咋这么烦人呢？这蛤蟆，我操你蛤蟆了！怎么每一波都有这蛤蟆呢？他奶奶的！出不出无尽呢？
其实是单杀，单杀个屁呀！那没有那哈子的话，我们就能往回忆了，我就不能不用往他前面忆了，就不用跑了。买两个暴击，生气了。他奶奶，把这蛤子给杀了。终于让我找到机会了。你说这瑞文这么个怂人，没有那蛤子他敢跟我打吗？你说嘿，闪现，有没有人来一来，怎么又是他呢？可以杀，中风，塞大个哪呢？怎么死的？先把蛤子杀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小驴人应该能追上啊。这是炸壶，炸什么壶？炸壶，意识问题。我知道他要放异了，我就赶紧一个异技能上去。只不过我没跟你说而已，我想认真一手，兄弟。中风接大招。中风，再来一下，拆塔。哎呦，冰心儿，又是这蛤子。放风墙，拆塔。哎呦啊！这边掏这么多人，回家回家。2800，差400块钱，差了400块。没事儿，我无非就是收点兵，投降了。这越往高了打呀，越没啥意思，你知道吗？打的吧，贼猥琐，猥琐就算了，一整就投降了。